我姐可厉害呢，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 郭俊这个王八蛋！怎么了？你过来。这是我父亲的账本，这表面上有我父亲的签名，可实际上这个钱全部都转到了曹小茹和郭俊的手里，这是在利用我父亲挪用公款啊！你父亲是谁啊？黎毅啊。黎教授是你父亲？啊。这么看来。 陈红艳应该不是凶手。郭俊，啊！你没事吧，一可？一可，你没事吧？ 这应该是致命伤，好像是某种野兽造成的。一可，一可有危险，这脚印。